再来是宾士320 3000cc 的柴油车，安装好的现况是现在这个样子。我们从这里伸进去一个管子，直接到里面，然后再到这边第四代的小分子是性能版，好，透过这个直接来到这边水平之后到空滤器，这就是我们最新的安装法，不破坏安装，不破坏没有钻孔的安装方式，整个呈现的是一个非常完整完美的现况。安装完毕，谢谢。